美国的大学内底，防洪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抗议，即马是愈来愈激烈。第二日的是亚罗大学有40个学生被警方抓去。过无多久，哥伦比亚大学嘛宣布要取消实体上课，要降低校园内底激动的情绪。这几个人被警方扣掉的带走，几点钟了后，哥伦比亚大学宣布全面改做线顶上课。支持巴勒斯坦学生在校园示威过程当中，这十个人跟学生互呛，另外有一群人也以色列国旗在明显的象征。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沙菲特发声明，谴责反犹太主义用回家恐吓骚扰。President Shafiq, shame on you! Shame on you for not protecting these students! Shame on you for letting these protesters and these thugs to take over your university!I'm for free speech. College campus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for that. 学校顶礼拜才有百外人被抓，因为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在校园大爆棚。学校表示活动无经过授权。I condemn the anti-Semitic protests. That's why I've set up a program to deal with that. I also condemn those who don't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with the Palestinians.在康奈迪克州的耶鲁大学，有示威者塔校园周边的道路，要求学校为军用武器制造商撤资。根据独立的学生校刊《耶鲁每日新闻》报道，警方抓超过45个抗议者。波士顿爱默生学院和附近的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大学都有学生大爆棚示威。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